季克老师，因为他有很多的大赛经验，他在这种战略呀，还有这种战术部署的方面都特别擅长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齐心协力，玩得开心，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我希望肯定是要有会滑的，就是水平强的，然后呢，选择一位我的小姐妹吧，希望能选择一位上，然后一位呢，让她去跟其他的嘉宾感受感受那个氛围。这次来的两位小姐妹都是，社牛达人，所以根本不需要我操心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是谁来先来敲我，我就跟谁走。我蛮怕就是抽到星星子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滑雪水平都一般了啊。然后我其实蛮比较想抽中的是那个王彦霖哥，能把零一先抢到手，抢到手，因为我们在一起都录制很多期了，有很多默契了，看看能不能争取把他抢到。每次晚上都是把规则听得好好的，然后真的走到这里就忘光了。我现在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完了，去哪儿啊？哦，这边。走。啊！你干嘛？吓我一跳！哎，你怎么把赛事搞得这么激烈啊？对呀。你是想跟我争一个吗？来来，你先选哪个？你想选哪个？我从我的小石榴开始吧。小石榴是什么石榴？雪山飞虎。雪山飞虎。哇！哇！妹妹，hello，不好意思吧？妹，这个你愿意跟我组队吗？谁先来敲我，我就跟谁走吧。可以，这个送给你。好，飞虎。但是哥哥，我要跟你说实话，我会努力的，但是我滑雪有点粗。那你为什么写雪山飞虎？因为我可以被摔飞出去，摔飞出去。哇！那你把这退我。行，我咱们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，一定成功，好吧？好，我去找其他的队友了，找一些精兵强将啊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当时在等的时候，也刚好彦霖哥进来，他一给我一接，所有事情结束，就这么快。新手一个，那应该是谁？嗨吗？是不是我的？怎么是你？什么？怎么是我？我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现在要来这边，邀请你加入我的队伍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你愿意跟我一起吗？林一，你愿意吗？给，慢着 ，yes， 你怎么来讲林一？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能选他？不是，他给我了。那你可以不拿。你选一个。不要这样为难我，怎么？这是怎么那我要跟你绝交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我先敲了你的门，然后你选择了别人。那你不给我呢？现在要给我吗？那我有两个了。你去还他，你快点去还给他。这多不好。去找林一的时候，他也是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状态，其实犹豫就是等于拒绝，然后当时心里就有点打击了，我就想说能不能去找到我的好姐妹。啊！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人，选我，给你就拿着。我们一个队的，可以，我们一个队的。我知道，我一人拿。我知道，我一人拿。我真的好伤心。你把你三个飘带给我，我把这个给你，我去给你找队友。我要他俩。雪婷说：“嘿嘿，其实我已经拿到了，拿了彦霖哥的时候，我整个就不，我的内心又受到了一层打击。”金哥老师，
他们欺负我。你选谁了？那个，我看林毅拿什么？哦，被选了，橘色，我已经被选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是一个特别重情义的人。你再不选，你再不选，我选了。我先敲一个，我先敲，我不知道谁。开门，先看看我不知道谁。开盲盒，先看是谁。我先看是谁。是谁？妹妹，你进来看看。我不。进来开盲盒。钟汉良老师，钟汉良大哥，给你好。你们怎么这么多人来？我来给你送条幅。就两个颜色的，还有一个粉色。粉色啊、哦。就是这两个选、啊、对，这两个选。现在我们两个，然后还有一个妹妹，还有个妹妹，对，还有你，只能仨人，大哥，我不是选仨人，是一对仨人，啊、三人就已经够了，只能我不是四个人吗？你想要你四个人，我们两个人是吧？别的组就剩两个，要不把谢可寅那条幅拿过来？我也很难选，嗯，不如就让老天爷帮我们选好。你就抽这个呗。行，那我抽一个。打开看看。我打开看看。估计咱们八字不合。估计咱们八字不合。咱们八字不合。咱们八字不合。估计咱们八字合。保证不拖后腿。保证不拖后腿。啊，保证不拖后腿。那恭喜你们，恭喜这个运气了，恭喜你们组队成功。好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别捣乱。我们一会儿赛场见。行，赛场见。好，钟汉良老师，给您配这个绿带，我再去挑个人。OK，OK， 您先休息，加油，您先休息一会儿啊，加油，我再挑个人，挑个厉害的啊。好，挑厉害的。OK。什么情况啊？没有人啊，是我不够吸引人吗？我的玫瑰花在这里，走，我带你去找安琪。虽然说大家只是录节目，但是其实我心里面还是蛮愧疚的。星星的那个眼神看得我心里太难受了。我就是一个不懂得拒绝别人的人。是谁？又话挺好。这是糖酒粥吧 ？Hello。Hello。你是第一个。你好。林超。快，你去进行一个情感上的那个。你应该愿意接受我的这个，你滑雪怎么样？我要向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成果。我看一眼吧。还可以。还可以。那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？我会对你好的，我现在已经非常伤心。加入我吧。好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游戏不可以反水的哦。加入你。收这个粉袋就不可以反水了哈。谢谢。OK， 你已经有一个会滑的了。那我去找其他队友了。所以我们不是一个队的吗？不是。我说是。我把他伤害了，我们要现在去解决一下我们私人恩怨，你稍等一下，好吧，马上就回来。好吧，拜拜，队长。队长一会儿来找你。加油！加油！今天这群人，我都不会放过的。哎，可以。哎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俩一队？不要跟他们说话。小鱼，不是，你都仨人了，你还挑人？咋的了？没有。你哦，我知道了，你长得厉害了，你想把我甩了是吧？不是，你什么人啊你啊？他刚刚就说，要不把谢可先那个丝带拿回来。哇、哦，你什么人啊？这个回放，哎，这样，这个回放你看看，要不把谢可寅那条幅拿过来。我可是为了你伤了我的好姐妹的心呢、啊。我问问，哎，她真的伤了吗？她现在已经不要我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不能，妹妹，我不能伤害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像你一样伤害别人。
真的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真没说、啊，又见面了。谁呀、啊？才开出来一个。谁呀、啊？咱先去看看盲盒去。行。你又来凑热闹？不是，摄影老师进来，摄影老师。你又来凑热闹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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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燕林哥。你那个你是什么时代？我是什么时代？他是绿时代。哦。快房姐，快！我可是你的学姐。学姐好，房姐，房姐哥。你就这么不想跟我一对？没有也可以了。他夹大腿，但是师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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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姐。那没办法，绑紧吧。他内心就是绑紧。他内心绑紧吧。我们组队成功了。还有一个人在哪？哦吼呀！都没有一个人进来，没有人选我。外面的世界跟我没有关系。这是谁啊？Hello。哎嘿，喂，在忙。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已经组队了？没有呢。那这是什么？好的，我先去找我的队友，我叫星星子。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星星，星星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好的。不要哭，真的不要哭。来，我们再凑个签，你看。你是你的隐藏任务。我这整个一期都不会想跟他们说话了。这个已经选过了。安琪。说话。哎，等会儿，摄影老师进来，摄影老师。你又选我的吧？我在等你。安琪他就说，我等你等了好久，我的一瞬间就是百感交集，我就被治愈了，我就当时真的想流下泪，说还是你好。这儿，你的安琪姐姐。Hello。林超，我们的新队员。天娘啊！就是我们三个，就咱们三个。对，哦，你都是觉得，哇哦，接下来三天一定会很累。我们来取个名字吧，不然真心组合怎么样？可以，真善美。可以，我们就叫真善美。绿色是什么队？管他什么队，赢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以啊，可以。管他什么队，赢就对了。呀耶！那我们就叫。有一种爱叫永不放弃，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妙。那我们就叫如此美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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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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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就是团结，就是团结。团结，你刚刚还想把我拉去换钟汉良老师呢？没有，我以为我还多一个丝带呢。不要跟小鱼一样，把工作中当中的仇恨带到生活当中。我不是，我是一会记一个人一辈子，一辈子，就是那种用小号骂你。那咱锁不锁？锁锁锁好。